大家好，我是小秀，今天又来地窖里面拿小黄姜了，现在我要下去了。你也太暴力吧。但你踹的特别准。刚刚这地窖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动啊？哟，他还在那里动哎！我要拿个手电筒照一下，看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好像就在那里，刚刚动了两下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哎，青蛙，应该是青蛙吧？它钻到里面去了。哎，算了，大惊小怪的，还是拿我的小黄姜吧。你看，这里几袋全部都是小黄姜，它都是老姜。看，我给你们拿一块看一下，看这块姜漂亮吧？特别的完整啊。而且很大块哟，老姜上面都已经发芽了，这个姜芽也是非常的漂亮。每一块姜都是很漂亮的，姜香味特别浓郁哦，很入味的这个姜。这边也是，然后这里也有哦。这边可能有十多袋，开始把这个姜给装到篮子里面去了。哎呀，这个姜可以种的哦，你看它的姜芽都是很长的。我们家这个姜的话，你们买多少我们就从地窖里面拿多少，确保都是新鲜的。小黄姜，哎呦，拿了满满一篮子的小黄姜啊。看一下，你们喜欢我们农村的窖藏老姜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去我们店铺里面购买哦。都是非常漂亮的，也非常的好啊。看，啊，还要说一次，这个姜的味道真的太浓郁了。现在这篮子的小黄姜我要拿回家晾晒一下，然后就发给网友了呀。拜拜。